金刚马神，那我辛苦一下妈祖，我们把它推进来。那我们也直接就衣服本身，因为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所谓的不管佛道以及我们的这个藏传，对，这个是佛道藏传的共同的一个研究。是。那最早期这个平安衣，我们如果去庙里大家就盖个红色的印章嘛，那其实红色印章有的洗一洗它就不见了。那我特别呢跟很多的仁波切、很多的师傅研究出一个佛道，就是共用的共通的，其实它是洗不掉的哦，真的洗不掉，不用担心，但是胶印在上面，对，它洗不掉，但是你走了以后它也会有一些裂痕什么的，那就代表你要换一件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老师的来，对，好，或者你们两组，好，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金刚法印，你看这上面金刚杵哈，哇，这个我们特别修了普巴金刚，普巴金刚就是可以把我们一整年的障碍全部都去除，像有小人啊，或者很多人就是好运的都不到他身上，所以也都来找他的，这种就是需要金刚杵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八方钱币，是八方来财，那重要的是这一个阵，这个阵呢，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好，它中间呢就是一个四阵，你们看到四阵，有一个有一个缸，我就拿反的，这样有一个缸，你们看到有，那个缸是什么意思哈？这个缸就是四阵，就是正气，对，好，这个天地有正气，那人有正气之后呢，就百邪不侵。老师，我用这张纸帮您代注一下，好好，这张纸因为老师是拿这个真正的印的，我是拿真正的印章的，缸字哈，就是道教的缸这个字，四阵有没有看到？告诉你一年四季，对，还有你每天的这四个时辰，都可以非常的健康平安，代表涵盖你一年365天，你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，你都可以得到一种正气的加持。哇，那这上面呢，还有两边有龙，对，龙天护法，是我们出门在外呀，一定要有金刚护体，对，谁来帮你金刚护体？就是龙天护法，明年到龙年，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上面还有金刚杵，我们刚刚有看到有十字金刚杵，十字金刚杵，十字金刚杵，那十字金刚杵在正中心，然后还有八卦，对，八卦还有这个五帝钱，对，五帝钱，那五帝钱是让你五方来财，那八卦呢是让你不管在哪一个方位都是顺风顺水，我们八卦是用来调整人身体的风水，跟家里阳宅、办公室、工厂的风水。